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And on we'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, through the highways,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. And on大家好，我是吉哥吉哥。我是吉哥。你是谁？这个。对，今天是书豪的生日。对。生日快乐。对。书豪呢，是我的第二个小宝贝，他很喜欢玩什么？玩板车。对，很喜欢玩板车。那他之前有没有滑板车？有。有，之前有一台蓝色的滑板车，对不对？对。坏掉了哈。对。坏掉了，想不想要新的？要吗？要。爸爸买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所以今天书豪生日，我们就去迪卡侬买什么？买滑板车。耶、yeah, ，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, ，好，所以今天是书豪的生日快乐。我们去迪卡侬买了一台滑板车。滑板车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。好。迪卡侬的 MD 5滑板车，那为什么会选择 MD 5滑板车呢？其实它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型号，那我们看到是 MD 3跟 MD 5。那 MD 3跟 MD 5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MD 3它只有后轮的刹车，那 MD 5呢，除了后轮刹车以外，它还有前面的一个手把式的刹车。那我觉得手把式的刹车会比较安全一点，所以我们买了这一台 MD 5的滑板车。滑板车。好，我们来开箱好吗？好。好，我们来开箱了。好，我们来开箱来。好，打开。打开。哇塞！哇塞！你看。哇塞，滑板车。是谁的？对，那这台 MD 5的滑板车，拿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开箱完了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整个的结构。好，这是一个折叠式的滑板车，在前面这边是它的手把。转。来，我们看到这边是手把，有两个手把。好，那其中有一个手把它有刹车的一个设计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把手，好，它可以刹车。哦，这边就是这边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好了。因为它是折铁的嘛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立起来。这边总共有两个卡榫，好，这边一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一个卡榫，然后这边也一个卡榫，这边。好，我们往上搬，往上搬，你会听到咔一声，来，咔一声，这时候就松开了，咔一声卡住，所以现在它已经卡住了。另外一边，我们把它锁紧，搬住，扣住。这时候呢，它就是很坚固的固定在这边不会动了，哦，其实就很简单。然后上面的手把怎么用呢？来，上面的手把就是这样子，来拉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这个扣环，我们把它卡进去，然后转动它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卡住，哎，没有扣住。给各位看一下，好，好扣住，然后这边也一样，你们把它卡进来，好，然后扣住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固定住了。那大家有看到这个手把这边松松的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边有一个六角扳手的一个螺丝孔，好，我们拿六角扳手把它固定住，太大了，这个小一点的，来，好，这个螺丝孔。我们拿六角扳手把它固定住，那它就不会松动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把这个固定在这边，然后小朋友在用的时候也比较好用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前置的手把刹车。好，固定好了，那怎么调整高度呢？你要调什么？来，是吧？站在这里来，怎么调整高度呢？来，站好，不要动。现在这个手把的高度在书豪的眼睛这边，其实有点高。那我们要把它往下调整，来，我们怎么往下调整呢？来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是一个快速上锁的设计，那这边有一个那个锁住的一个扣子，我们把它压住，往下调，好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它就卡在这边了，它有两节的设定，好，来站在旁边看看，来过来，好。
好，那现在高度呢？现在高度呢就在舒缓的腋下这边，哦，所以它使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。因为刚刚的话很高，在它眼睛这边，这样接起来的话太难骑了，哦，所以调整在大概腋下这个角度是最好的，插在骑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。好，舒缓下来一下，那调整好高度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锁住的动作。这里有一个锁，来，我们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就好了。OK， 所以这样呢，我们的这个滑板车就全部都固定好了，那我们再讲一下，这是迪卡侬买的 MD 5，后面这边我们再看一下，它有一个后轮可以刹车，这是后轮的刹车设计。那前面这边呢，有一个刹车的手把设计，所以它除了后轮的刹车设计，还有前面的手把设计，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，我还蛮喜欢的。那整体重量大概在2公斤左右了。那这台适合怎样的小孩子呢？它适合120公分以上、150公分以下的小朋友。那它最大的承重力来到100公斤，哦，所以呢，本身我觉得它是很扎实、很结实的一台滑板车，嗯。这个还不错，然后这个踏板这边它是使用一个类似像磨砂纸的一个设计，蛮防滑的，不会有这种滑倒的问题。OK， 整个做工还蛮好的，建议售价1700多块，我看是1799啦，我没有记错的话。今天不是业配哦，今天只是单纯的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东西，就是这个迪卡侬的 MD 5。那除了 MD 5以外，还有一个 MD 3。那就差别在哪里呢？ MD3 跟 MD5 基本上都一样，只是 MD5 多了一个手把的刹车。对了，还有一点没讲到，前面这边这个地方它是弹簧哦，避震器哦，就像我们的摩托车一样有避震器哦，哦，这个很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滑板车居然还有避震器。好啦，那我们介绍怎么安装之后，还有它的一些特点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请舒缓来滑了。但是呢，在滑之前呢，我还必须要讲一下收纳。我觉得它还蛮贴心的，为什么呢？来，我收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我要收纳的时候怎么收纳呢？来，手把这边，按下去抽出来，然后呢，把它扣住。然后扣住完之后呢，这边把它打开来，这个要解开哦。这个要解开，要不然你会扣不住。来，舒缓，你不要在这边。好，那这边把它扣住。扣住完之后呢，来，弄在这里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记得往上。舒缓，走开一下。来，这边记得往上，咔一声。哦，咔一声。然后这边解开，我们就可以锁起来了。好。锁起来之后，你可以这样子提，但是我讲到它很贴心，它有附一个这样的一个束带你可以卡在这里，好，卡在这里，把它卡进去，然后呢，不够长的话还可以做调整，我们把它弄长一点，然后卡在下面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你出去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拿着走了，或是你可以再用长一点，背着走。哦，你这样背着走也没关系，或是这样背着走也没关系。所以呢，系带的话还蛮方便的。好，如果说你们全家大小要出去玩的话，就这样扛着走，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一个设计啊，很贴心。好，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迪卡侬的 MD5 滑板车。坐来，有没有开心？要。要不要滑？好，过来，来，好，跟大家说。生日快乐！今天开箱结束，谢谢，拜拜。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到全省的迪卡侬门市去指定说你要买 MD5 的这个滑板车，真的还蛮好的，推荐给大家，拜拜。